健康富贵吉生，再来波波龙园边缘，就像你们今天一样，阖家平安，庆团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有礼拜的大家请喊三二一，开始来，三二一。我们第一个要放的是红裙，接下来是荷叶樱花虾米糕，再来白灼鲜虾，接着是清蒸海瓜子，等一下我们后面那一个在放的那个短蛤蟆哦，今天因为是渔港的关系，所以有些食材没有那么多，可是我们会尽量用活的东西。接下来我们师傅要上我们的龙边菜哦，我们第一道龙边菜是龙虾综合碎一片，接下来还有脆皮猪脚，脆皮猪脚是经过卤完之后再烟熏再烤过的哦。后面接着是龙虾扇香鹅，再来烟熏包式制作的熏鸡肉，后面再来一锅海鲜粥，海鲜粥里面的海鲜料理很丰富哦，大家可以品尝师傅的手艺哦。后面接着是我们的清蒸石斑鱼，再来农家酿豆腐，加上我们的香菇酿肉，后面接着是糖醋鱼面，再来还有双拼的点心，后面还有一锅佛跳墙，再来我们这盘酸菜加配着上面的空马夹挂包，记得旁边还有花生粉加香菜哦。最后我们这一锅是客家汤圆，祝大家圆圆满满。好，龙家师傅谢谢大家来台湾龙家菜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帮你把蒸笼转一圈，有没有看到很大颗的生蚝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海鲜料理哦，还有药膳九孔汤，还有一道我们的清蒸牛肉汤，还有纯米做的蛙桂。接着我们帮你介绍一下我们的用餐工具哦，就是这么大的夹子，这么长的夹子才能夹那么远的包子哦，上面有个扣环，往上合起来，往下可以打开，我们暂时放在固定的位置哦。好，谢谢大家来台湾龙家菜品尝我们的蒸笼宴，祝你们用餐愉快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开动哦，记得生蚝生一片要趁新鲜赶快吃哦。